对的，安藤荣耀小乔的青蛇皮肤已经上线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新皮肤的 3D 视角，这是伟哥没上线新皮肤就特别想看的一个画面啊。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皮肤在 3D 视角下的模型会不会好看啊。好，这就是小乔青蛇的 3D 视角，我们一看这脸蛋设计的还是挺可以的，挺不错啊。模型的话看过去还是比较顺眼的，不像那个迷世影那个赛季皮肤看的那种感觉很奇葩的样子啊。啊，毕竟这个是史诗级皮肤，所以说模型做起来会比较用心啊。我们看他走路的样子也是和人皮一样，是一跳一跳的。其实大部分英雄的走路动作都一样，不管是传说的对吧，反正就是那个动作基本上它是一样的。我们一看他的脚是非常小的啊，小脚丫啊，有点像三寸金莲的那种感觉啊。在这种视角下看啊，毕竟是游戏对吧，是毕竟不能做到那种是吧画面精致啊，如果做得太精致的话估计手机也就运行的不那么流畅了。这是他释放技能，感觉他一技能的扇子技能还是比较轻啊。大家觉得这个小乔的这款皮肤在这个视角下的效果如何呢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。大家如果想欣赏更多英雄的或者英雄皮肤的 3D 视角，大家可以留言然后告诉我，然后我再到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啥皮肤都可以啊，包括典藏皮肤对吧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到这些小心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出凡间。